正式上国立大学太兴奋，难在超商猥亵女童。考上国立大学太兴奋，就可以对小妹妹下手吗？台中一名丁姓男学生两年前到超商购物，看到一个十岁女童独自购物，骗说自己妹妹年纪和她差不多，她想帮妹妹买裤子，希望女童帮帮她量尺码。天真的女童不疑有他，跟着进超商厕所，男子先翻她后背上衣标签，又蹲下来翻开女童上衣，女童吓得拨开她的手，男子又隔裤子摸她下体，历经快一分半才放女童离开。刚好女童妈妈来找女儿，女童大哭说被男子乱摸，男子坦诚翻案，辩称考上理想大学兴奋放纵，莫名失去理智才临时起意，但强调自己只摸一次。台中高分院昨天依对未满十四岁者犯强制猥亵罪，判他一年十月缓刑两年。董新闻台中报道。